刚刚吃完饭，我现在赶紧去他们这个早市去买上点菜。今天中午我准备要包饺子呢。他这个早市说10点以前一般就收摊了，所以我还得抓紧时间。三个，后面这个呢？四个啊。我看看。这好呀，好像吃。可以啊。来，没事，这5块钱3个，他这个娃娃菜，我也不拿大的，大的去了坏的更快。行，好了，大家见过这样的豆芽吗？哇，细细的扁豆芽，多少钱一斤？3块5一斤。3块5一斤，这种是凉拌吗？还是炒着吃？凉拌也可以炒着吃。排骨多少钱？排骨十，跟肥南还15呗。哎呀，我刚才问的时候14，现在又成了15了啊！这太肥了，别带那个肥囊呢、我吃不完我就坏了，知道吧？我是旅行的，好好好，太多了，师傅你要咋样啊？给我弄这么多，我一个人吃我就坏了，你使劲给我撑。你就6块钱。嗯，好，给我装下来。买了6块钱里脊肉回去，那个做一做。时间到了，收摊，收摊了。菜买完了，买点白菜，买点里脊肉，葱、香菜，然后回去包饺子。他这个市场还挺大的。我今天包的是白菜猪肉馅儿，里边就放了一些葱花和香菜、白菜。好了。拿了一上午的饺子算是做好了，赶紧吃了，还剩了这么多馅儿，我准备把它炒出来吃面条。准备吃饭，香喷喷的饺子。太香了。哎呀，青海真是一个下毒呀，这个真是个好地方，太凉快了。最好都是每天晚上下一场，第二天白天来，大晴天，最好了。哎呀，不说了，赶紧炒菜，不炒出来就坏了。